所啊。那我们过关去大便。那个姑姑怎样？很凶，很凶，睡前就不穿内衣，大便还不关门。我觉得姑姑一定嫁不出去。再小声一点，等下姑姑会听到吗？有没有很大的？我已经听到了，谁嫁不出去？救命！太监。我在录影，我在录影。你们完蛋了！你们将你妈咪坏话传给他。爸爸是什么声？对，爸爸是男生。爸爸有没有娘娘？有一点。有一点。有一点。男生有娘娘。男生有娘娘。很臭。很臭。他会尿尿。妈妈有没有娘娘？没有，所以爸爸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没有娘娘哎。男生没有娘娘。妈妈。爸爸是女生吧？女生没有娘娘。你就说那个没有娘娘。对啊，所以爸爸是妈妈有没有娘娘？没有。那爸爸是什么？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爸爸是女生。哎呀，你是女生，爸爸是什么生？对啊，爸爸是男生。爸爸有没有娘娘？有一点。有一点。舅舅有吗？啊？舅舅有吗？舅舅有娘娘啊。所以舅舅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对。男生有娘娘。男生有娘娘。很臭。很臭。他会尿尿。对。男生有娘娘会尿尿，那爷爷有娘娘吗？有。那爷爷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那娃娃有娘娘吗？没有，而是男生。没有娘娘是女生嘛？而且女生没有娘娘，只有妹妹在这。对，那阿嬷是阿嬷有没有娘娘？没有，她是男生。她是女生。她是女生。